韩基今天来到美农，带大家了解这个500多坪的农地到烂够。这是未保存登记的建筑，所以是没办法贷款的。现况为3房2卫，在这里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尽情享受绿景。离美农市区不远，要去采买也很方便。房间每间都很大间，也很明亮。如果有亲朋好友要来度假借住，空间完全不是问题。超大厨房空间，同时3个人使用也不会撞在一起。这个空间可以当仓库，卫浴有开窗，不怕潮湿。主卧空间，这里睡6个人还绰绰有余。主卧卫浴也有开窗。超宽敞客厅，装个 KTV 就能无限欢唱。房子旁边有大铁皮，这里大约可以停下4台车，不用被太阳直接曝晒。从这里往后走，就能通往我们自己的开心农场。午后坐在后院泡茶吃点心，一边远眺山景，光想就好惬意。开心农场里满满的农作物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好了，这次的导览到这边，记得订阅韩吉的频道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跟韩吉约时间来看看。下次见，拜拜。